大家好，我是小强。今天我朋友 David 邀请我来玩两局守望先锋。喜欢的朋友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哦，谢谢大家。你开的是啥？水晶英雄。好的。欢迎来到暴雪世界。堡垒，我敢肯定你已经几年没经过系统检测了。天知道你这些年养成了多少坏习惯。我们防守啊。我听说把你们交给警察会有一大笔奖金。你可以试试。进攻比较好玩一点，死在外面。这个堡垒他准备在哪里？防守目标点 A。我已经看到什么了，飞鱼哦，哎，谁打我？我没有看到。哎，我恢复了，天使复活。上面，上面有人。有狙击手，我前面就是被他狙死的。好讨厌那个狙哦，那个狙击手我打不中他，他在哪里狙出来的？你可是我辛辛苦苦造出来的。来人了，来人了，我看到你们了。走开。还有人吗？ OK。 对，狙击手就躲在很远的地方，看都看不到。哦，那边有人。炮台摆在这边，他们攻得也太小心了吧？啊，这么小心翼翼的在攻啊！哦，对啊，有一个刚绕到我们。哎呦，我被他狙死了。哦，这家伙他那个用那个技能跳的。正义可不会伸张自己。麦克雷防守其实不太好用。没
没人可以躲过我的眼睛。后面有人吗？会有来了个球，球把我杀了。OK， 对。保护你们的安全。对他们这个进攻的拖拖拉拉。还有十几秒钟，还剩十秒，不用玩了。哦，这局赢的也太轻松了吧。这个地图我没有打过，这是之后出来的吧？让我们恢复一下吧。我没有玩过。嘿，瞧瞧这招！你好。我们在哪里防守比较好？我恢复了，按错键了，麦克。都是盾，他们出来了。是一个加血的。那个球转过来了，哎，那个屏障好烦啊！哎呦，我被打死。其实是应该被打死，我这个职业不行。哎呦，我跟他同归于尽了。
Oh my god！ 我来了个圆。对，他们也有个圆，前面在跟我对冲呢。好呀，漂亮。全场最佳。我拿了一个最佳，我用圆拿了一个最佳，竟然。哼，就前面的我的大招。对，我在这边大招。就冲到那边再乱砍，你知道吗？对，我根本不知道我自己怎么砍的，就乱砍。